八号来，九号来，这三条粿是八块菜头粿，啥物事啊？一百块，来，好，三条粿是八块，啥物事啊？无啊，快讲，安尼啦吼，卖讲伤久啦，等下面对面啦吼，两包起啊，八号来，九来，八号来，八号来，这就来，八号来，啥物事啊？来，好，八号粿啦，啥物事啊？来，这条粿搁剩一包好，谁要吃的？三条粿。 这回港式萝卜糕啦，港式萝卜都上的，哦，那么这是港式萝卜糕啦，吼。下一只就是八号，这是港式萝卜糕啦，吼。我就是八号，什么来的？无卖板筋都卖大饼好无？八号，无吼，八号无吼，八号无吼，还袂人。啊，迄个蚵仔来，哦，还要食蚵仔，几啊来？这蚵仔什么食蚵仔？我要食蚵仔汤，蚵仔蒸，蚵仔酥，蚵仔莲蓬汁，看了无？啊，你讲下落之后，小姐，我之前卖人讲过你两代。 讲食啦，刚刚这个讲食，谁啊讲两三，即摆蚵仔贵三十几，盐盐足贵个啦。咱讲即个时代啦，吼啦，我这里在做贵个，见到卖讲上久好无？伊即摆蚵仔水上就是足贵个啦，吼，即摆卖偌济卖五百，卖四百还三百，做两百。你食无两百，蚵仔好啦，当然我咧讲来啦吼，即摆两百，两百卖四百还三百，即个食蚵仔三百，无吼，伊还无来，啥物食？一个来头两百块，来两百块小姐来两百。来，吼，两百一定来两百。 哦，来两百来，蚵仔来两百，蚵仔就是两百块。现在食蚵仔就是两百块，蚵仔什么钱？蚵仔两百块，两百来无？蚵仔，我就是两百块，蚵仔什么钱？蚵仔两百。无，蚵仔两百买十外吼，蚵仔两百买十外，买十后面糖卷都卖十外，不要无？太袂巴力，来，我讲一个啦，来，这款什么叫西海无来啦？好，这个是越南虾饼。 哦，大蒸肉食用钱好食来好无？哦，蒸肉钱好食来好无？我来讲一包一袋，大袋，卖好开三百，卖两百。哦，虾饼两百，来，我来讲来，我来。你一个虾饼的无？来，一个虾饼的吼，内底有酒料来，两包是四百开三百，我来做一两百，我来做两百，我虾米食两百？来，哦，要食一个虾饼，我做一两百的，好，一个虾饼虾米蒸的？两百块，一个虾饼虾米食的？两百，无要卖送下来，来两百块，来。 两百块，一个虾饼，个虾米蒸嘞？两百块，后壁系无？一个虾饼，一个虾饼，我就是两百块，虾米蒸啊？两百，一个虾饼，无？好简单哦。我办干贝。来，一个虾饼，你要系无？虾饼，我系个，我食过。来，好，这样。 啊，这是没有啦，我讲干贝啦，迄个工厂只干贝全部贵啊，我干贝全部贵啊啦，只要工厂只有钱咧啦吼，啊，当然啊吼，干贝就是用蒸咧啦，用炒咧啦，煮汤啦，煮火锅啦，你欢喜就好啦，你好无？好，看见啦，啊，炒面卖三二，炒面都无菜啦吼，就好济啊，咱讲只用上来，讲真个啦，我讲来啦吼，只你看成叫一个，我干贝啊，好无？卖我一包卖偌济？卖五百，好无？好，干贝你要食，我做南山，卖讲上久啊，好，一包卖五百，卖四百。 安尼好无？等于真咧好食，香咧好食，炒也好食，好无来？吼，两一包啦吼，卖讲卖四百开三百，啥物来嘅？啊，三百，无要，伊还无食，我两包块来，都干贝，啥物食两包块？你一干贝好食，一两包块干贝，啥物食？干贝两百，干贝好食，一两包块啥物食？无要，再讲好来，你要几号来？吼，一包两百，啊，你讲如果剩无偌济啊啦？ 我卖讲电讲来，好，看到袂输恁两百下来，两包卖四百，三号来，三百多啊，啊，几啊来？来，三百下多来，再一个干杯，我就是三百块干杯，三百，干杯我就是三百块，啥物事啊？三百，两百下无？你话要出啥话？你话要出啥话？我就是三百块，两百下无？三百。 无要来你帮忙，快讲来啦！快讲来啦！来啦！快讲来啦！吼，来，嘿，快讲，即款啥物食就坐啊！哦，即嘛袂歹，即叫啥？允许下班，我剩来三两两，我反正讲啊，好无？哦，等我即上就是真啦，哦，就是真啦，哦，空啦，即嘛叫你用空，你无过来啦，无你用出来嘛，我紧啦。哦，允许下班，伊讲剩只一两哦，即地袂偌济，九十以上的啦，哦，一个九十块以上的啦，快讲，大细地你搭代志哦，两百三、第三袂好去好无？五百来，四百来，三百一个来，来吃无？ 两百一个来，一百块来倒来，我来一百块，允许下班，咱这里无，来我就一个倒来，一百块来倒来一百，再一个允许下班，一百块来倒一百。
来吃无？恁是下班一百块？无要，啊大饼还要来。虽然打针就好啊，啊这条送你啊一百。一百块投一百块，哎三，哎四个，我一百投上才一百块，因为下班。哎，一、两、三、四，我一百块有钱下班，搁什么钱呢？因为下班一百块，两百来无？下班，无钱，剩两个人。来不买来？是，我一百块走一个啊，什么钱啊？走一个人，走一个人，来点钱来。来啊！哎，背后真来请你啦，食了好食，你摆只来买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摆三只来买回来啦。观众来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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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嘞！观众真歹坐吼，这嘛无啊，单纯吃尔，这个是中端品。哦，冬瓜饼啦吼，快过来，一包几袋十袋啦，冬瓜饼啦，真真好食，吼，到时就出啦，真真用只汤就好啊，吼，一包十袋开500，卖400，开300，300，你还有一个来开200块，啥物事啊？200有无啦？冬瓜饼200块，听不懂？家人 ，OK 啦，吼，这啥物事来？冬瓜饼一人才45个人尔，200，无要，100块来，啥物事啊？一个就好啊，100块来，好来，看啥物食100块。葱抓饼啦，有人要来无？下顶互你囡仔做啥顿？葱抓饼一百块，想要食？葱抓饼，无吼，葱抓烤腰啊！你拢早顿拢无咧煮哦？啊，咱讲真诶啊，讨厌！你看你讲有无？你出去外口买诶时间是内底就真好啊！咱讲真诶啦，真一个真着要成精诶啊！我讲真诶啦吼，我就连100块想要食100，要来100块。中抓饼，无用。中抓饼100块，我要差外吼，来点500来100来。我讲来啦吼，搁啊中抓饼诶无？搁啊中抓饼，我就连100块来都中抓饼。我做四个人尔。好，中抓饼100块想要食啊？中抓饼，我做四个人尔。无啊吼，中抓饼100块我要差外吼，我要食啊吼，无去食袂忙，见到卖抓饼好无？中抓饼啊，袂忙啊。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好来。哎，你快讲吼，快食死啊，死啊，死啊！我变你莫做台底啊！我来包水饺、包冰淇淋吼，加500，哦，加400，加300就对啊。下人300块谁要吃这个的？黑人300块来，好，要吃我就吃300，黑人下面差还300块来的，这样可以吗？300块，可以啊，来，咱卖讲好不好？还300，都来300，我来300，来300，都来300块，黑人300，都来，各吃黑人的无？黑人300块，佮下面吃300，都来300块，各吃黑人无？3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黑人。下来300块，搁啥物事啊？无啊，哎，你300无啊，跳回来，时间不快，莫上来好啦。迄个我跟你讲一下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嘞，来。哎，吃完无啊？不是啦，我再看后面还有什么东西。多了。那多的哟。你没有供完啊？供完也有。我还没供完。啊，等我下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来啦，来啦，吼，我叫啥物事啊？存钱也无啊？好，要钱来啦，好不好？我存钱尔，我讲啊，长子坐，我讲我门板坐，这样子袂歹啦吼。好，一包卖偌济？500来，好，400来，300来，200对啊。我讲来啦吼，两包卖400，开300好不好？好，开300，我讲四个人啊吼，一个卖讲卖300，伊啊五来，200好啊，200块，再吃200好。你以为啥物钱诶？我做完200块，谁要吃的？可以吗？还是你要一包就好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好了，他妈四两要点来，好不来？快讲，既然你都包了，你就不要勉强，去买，都去买过来。好，再讲一下，他减要钱，我去买过来，都去买好。我减什么钱？我一万。那么几回一万的无？100块，卖面叫卖面叫，吼，咱讲真的啦，吼，物件买当然是要吃，是要冰的。咱讲真的啦，吼，100块什么吃？100好不？我一万，无安好来，交回来。时间不够，卖钱来，好来，够完来，够完，够完来，好来，来，够完什么钱？来，我跟你说，来，讲下什么钱啊？哦，一包300，一包200，看到无？一样不啰嗦啊，煮汤啊，这个煮汤的啊，好来，100块100块，好来，来，好，再一讲完，我就是100，再讲100块，来一讲完的，我就是100，讲完，
谁要吃的？贡丸，来，你买来。好，贡丸一百块，贡丸下面吃一百块，咱们吃贡丸的，我就吃一百，咱们爱不？你们吃贡丸吗？贡丸一百块谁吃的？无好，来将回来，快动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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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动，来快动哦，哎呀，这样好，这这边讲这样好，来啦来啦，这来，好，快动哈，这个下面讲啦，好不好这样？啊，这个也不错，快动，这个讲蒜泥，好鳕鱼啦哈，这不用水好吃好不好？用水好吃，用蒸的好吃，做咧卖讲结果好不好？好切的鳕鱼，搞这嘞，好搞这嘞啦哈，卖我出地皮话，地皮我包，好不好？伊一斤300多块嘛，阿婆只无水算嘞，吼，即地卖500，啥物食啊？卖400，蒜泥啊，啥物用水好食来？吼，卖400，啥物鞋开300鞋都好来。吼，蒜泥啥物食一地300块，两地哦，起码无卖600，两地卖600，卖500块我就是500块鞋都好，蒜泥500块，咱食500好无？来，我就一个来。吼，500块蒜泥啥物食500鞋都好来，小五百块啥物食蒜泥，我就是500块蒜泥啥物鞋，你要做无？500。500来，来吃无？500块算你呀！500就坐到啊，500块。Hello， 后边个什么呀？苗栗啊。苗栗啊，花枝条啊，猪排啊。猪排哦。咸猪肉啊。咸猪肉。好了，等下，俺、吃算你的无？我就坐500块算你，下面吃500。无要，500无哦。来，我讲哦，来要吃我一个，一个用不着啦，我下面吃500来。好了，再吃算你的，500来，都来算你500块，再吃来500。我来讲来，我来，我想要吃一两。